适应了日常的繁华忙碌，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。来到苗栗，我才慢下来，感受自然的辽阔与疗愈。吃惯了都会美食，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。来到苗栗，我才慢下来，感受天然在地的美味。苗栗让人慢活的城市，踏进这里，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纷扰，有绝对的自由与美好。苗栗，一个值得你花时间感受的城市，充满着慢活、慢食、慢游的故事。我们苗栗县是农业大县，参加全国农委会的这个金牌农村评比，得到了良银一优等。我们也推出的田园飨宴，其目的就希望推广在地的食材，像比如草莓、水梨、红枣等等，也可以感受到，哎，我们今天的这一餐真的很有意义，吃的就是在地食材，吃的就是无毒有机的蔬果。田园飨宴是我们鼓励青年返乡的其中的一个选项。现在的年轻人以他的这些的思维啊，我相信投入现在的农业的愿景，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。苗栗好山好水好人情，欢迎大家来感受苗栗的丛林、鸟叫及美食。